我的意思就这，对啊，那个烂尾就是这样，就是有这样的反应。可是我觉得这一部整部片我觉得还不错啦，就是一个霸道总裁系列，就跟那个什么金秘书一样啊，就是霸道总裁系列女生爱看的类型。可是就是，我觉得尾巴做不太好，就这样。不说太多了，换签名照真的可以收到，可以，我会寄给你。